好，开始录音。然后我们先，我来画那个瞳孔。我前面无声大餐那么无聊。啊？
我要定一个亮点，用彩色墨水来吧。好，大哥，差不多啦。哎，对，那边荧幕上会看不到。这样子 ，OK。好，大哥，那我就先下咯，差不多咯。哦，拜咯。下礼拜见。